骚货，就知道勾引男人，你是哑巴呀？求求你们了，我真的没有做过。海星，今天穿得这么好看啊？小姑娘这么勤奋工作干嘛呀？跟我算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有老婆的人，不要脸。衣服脱了更能吸引男人。你谁啊？你们对我妹妹做过什么心里没数吗？那个实习生，她想勾引我老公，她活该。有证据吗？你就这么说，再大手大闹我喊保安了。你给我等着。海迪还不下班啊？你先回去吧。怎么又是你？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你老婆进监狱。别瞎说，早上还跟我说去逛街了。那你打个电话试试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。谢谢你啊，正好这黄脸婆我早就看够了，以后啊再也看不到他了。也未必，你俩能在监狱里经常见。监狱？我又什么都没做，是他们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还真好骗，我就打了几个电话，你老婆都乖乖关机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老婆一定想到是你为我作证。你耍我？我还真没骗你，看看这个，你真应该查查我是干啥。我花了2周时间查完您公司1年的账目。李老板偷税漏税上千万，您还真是大公司。姑奶奶，我错了。你看这样，海星的医疗费我出10倍，哦不，30倍，之后让海星到我公司直接入职。啊，还有这些话你留着给警察说吧。你的资料我已经交到警察局。你，哎呀，那是脏了我的手。